北京时间5月9日10点30，西部半决赛火箭勇士天王山之战正式开打。视频直播。比赛性质 ,NBA 西部半决赛5。比赛对阵火箭2福特 S 勇士2。比赛时间 ,2019 年5月9日星期四10点30分。直播信号 ,168 体育直播。直播地址观看本场比赛视频直播。可点击本文末尾的了解更多。火箭保罗哈登戈登塔克卡佩拉。勇士库里克莱伊戈达拉杜兰特德雷蒙德格林。交锋回顾。常规赛中火箭队以3-1战胜勇士队，他们在前三次交锋中全部获胜，两次做客奥克兰都拿到胜利。两队最近五次交手，火箭队4胜1负。季后赛里两队相遇过三次，火箭队三次都输掉了系列赛被淘汰。最近一次是2018年西部决赛，两队大战了7场，火箭队以3-4惜败。季后赛做客对阵勇士队，火箭队11战仅有1胜。在2018年5月23日获胜前，他们曾在客场连输了7次。两队分析。总体来说，二支进攻最强的球队。虽然我是勇士球迷，但公正的讲，火勇实力在伯仲之间，赢只能在细节。勇士要过打疯了的火箭，我心里始终忐忑不安。希望奉献精彩绝伦的过程，结果谁也无法预料。比赛看点。